A B C D， 剪刀石头布，欢乐学习，让下课更有趣，天天欢乐，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欢乐下课去，耶、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会不会一些手工艺呢？你知道手工艺是什么呢？手呢就是我们的手嘛，工是工作的工，然后艺呢就是艺术的艺啊。那这个手工艺呢，就是指说我们用简单的工具，然后我们用纯手工的方式去制作的一个工艺。那通常呢都是跟艺术有关的，因为呢这个创作啊，它需要呢技巧以及熟练度，还有一定程度的美感哦。好，那可能呢我们会用比如说编织啊，或者是陶艺啊，或者是木作啊，好等等啊，或者是这个纸艺啊。好，那手工艺呢，其实它跟大批量产的这些机械制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手工艺啊，它是必须要透过一定的一个艺术的构思，然后用手工啊的个方式呢去加以制作哦。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儿姐姐要带小朋友继续来读这个数学家科学家的这个故事啊。好，那我们今天要读到哪一个科学家呢？好，我们读的这一本书是听20位科学家说故事。之后呢，这本读完之后花儿姐姐再读另外的好这个看是数学家还是什么家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啊。好，那这一套书叫做站在伟人的肩上的看世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蒋英石。这个名字听起来呢好像很中国人的感觉。那是不是中国人呢？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哦。好，那他曾经说过呢，小小的手艺呢也能够成为一门科学哦。哇，没有想到这个手艺也可以成为科学。好，那蒋英石呢，他是何时出生何时过世的，其实呢是不可考的。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个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种书信，真不知道该写什么故事，该用什么方式开始才好。要是你们觉得这信的内容有点没有头绪，也请见谅。其实我不是读过很多书的人，因为我是奴隶出身。由于我是隶属于官衙的奴隶，所以人们都叫我官奴。我们官奴遭受到的就是一个非人的对待，所以当然就没有好好读过书，连字都不会写。因此对我来说，写信给别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是的，我就是在韩国伟大的世宗大王的时代以官奴身份入宫工作过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蒋英石。不过因为我是官奴的关系，所以呢没有人确切的知道我是在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从小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好，就算其他事情做得不好，还因此遭受到欺凌。但如果讲到了修理农务工具或者是官衙里面的故障物品的时候，我的手艺可是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东莱县县监一直都很看好我的能力，所以只要是我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他一定会叫我去表现。哎呀，你的手艺啊真的很好，托你的福啊，我也受惠不少，以后呢也要继续的拜托你了。县监大人是个好人，也一直给我的能力很高的评价，我很开心他这么的看重我，所以非常的认真制作出各种农务工具，只希望多少能够帮上县监大人的忙，这样就足以让我感到了幸福和满足。后来岭南地区适逢了旱年，农田面临着干涸的窘境，就连民生用水也大为不足，人民百姓深受了粮荒以及暑期之苦，每天都有人因此而倒下。每当听到了这些回报时，县监大人的脸上的皱纹就多了好几条。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点什么，非常希望能够帮上一点忙，可是我想破头就是想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法。而许多人都得到了远处河水的打水，但是因为河边实在太远了，光是呢走到那里就成为一个难题。这样是该怎么办才好呢？一定有什么的方法可以解决吧。突然间我灵光一现，整个精神都振作了起来。这时候如果能够让河水流到了百姓住的地方来就好了。等等，让河水流过来。得到了县监的许可之后，我就立刻的前去了河边。我试图的在河边用手指画出了一条的小槽沟，结果发现了河水会积在沟槽里，刚好流到了我们居住地区的小溪，就在这条河水的下方。所以我想只要把河水往下方引流去，那么河水就能够顺势流到我们的村庄。于是我回去禀报县监大人这个结果。我找到了把水引过来的方法了。哈？把水引过来？只见县监大人歪着头，看来不太理解我说的话。是的，只要把河水引到我们这里的小溪就可以了，但是想要引水就需要一个简单的装置，只有这个装置的话，河水就会流向我们平常打水的这条小溪上。哈？是吗？你再说详细一点应该怎么做。县监大人表示愿意听我的想法，于是我向县监大人禀报了我想出来的树木引流法。
我想到的这个树木引流法是在水流处设置一个能够控制水向的树木，一直延伸到我们平常打水的小溪上，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挖地引水了。仙剑大人听了我的回报之后拍了一下膝盖，并且说道，哎呀，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就来试试看吧。我取了仙剑大人的许可，随即和大家一起去安装引流装置。而至于结果，当然就是顺利的把河水引到了东来县的小溪上。饱受旱灾之苦的东来县民都很开心，纷纷的到溪边去取水饮用，并且用溪水来灌溉农田。最后我们平安的挺过了这次的旱灾。我因为此事而得到了仙剑大人的奖赏，其实我做的不过是件小事，根本就无需表扬，对此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起来。而就在此事发生之后过没多久，啊，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仙剑大人您请说。你要不要去汉阳？我大吃一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紧盯着仙剑大人。仙剑大人却是一边大笑，一边要我不要害怕，同时还继续的鼓励我。其实啊，这次是因为皇上下令要招募呢全国人才。可是我连字都不会读。不管是不是字都不重要，这次刚好有招募在铸造活字的一个铸字所工作的技工，也有招募在国家政府制作农务工具的技术人员，就连建民也有获得推荐的机会。我觉得你待在东来县实在是大材小用啦，非常可惜啊。怎么样，要不要去试一试啊？那一瞬间我心动了，有谁想得到呢？我这个大家认为只可能身在东来死在东来的奴隶，竟然也会有这么一天能够前往汉阳。汉阳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块未知的土地，同时也是心里所向往的地方。于是我咽了咽口水，大声地回复了仙剑大人，我要去，请让我去，我想去。你这个家伙有那么高兴吗？那好，我帮你写推荐函，你到了那边也会好好的表现，对吧？是，我会的，仙剑大人。听见我这么用力回复了仙剑大人，边笑边帮我写推荐函，甚至还给了我到汉阳这段途中所需要的旅费。于是我就这么上路往汉阳去了。到了汉阳，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铸字所制造活字，而学习技术对我来说犹如天职般的得心应手，所以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开心。不过唯一的问题是文字，毕竟那里是铸字所，对于不识字的我来说，每一个活字长得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哦，不管怎么样，我看你得先学会识字才行啊，让我来教你吧。我利用了铸字所的工作之余学会汉字，同时也开始阅读起各种书籍。我在铸字所工作的当时，世宗大王尚未登基，仍然是个大军的身份。当时我偶然的经过了大军的官邸，而看到了大军正在认真读书，但不知道是大军是否太累，只见到他一只手按着眼皮。那时候我想起了母亲曾经说过绿色能够舒缓双眼的疲劳，就小心翼翼地跟大军说，大军大人，请您稍微休息一下，看一下青松或者是竹子吧，绿色是有舒缓眼睛疲劳的效果。啊，真的吗？那我来试试。过没多久，大军把我叫去，他高兴地说，他在阅读之后按照我告诉他的方法成功地消除了眼睛的疲劳，而我也因为能够帮上了大军的忙而开心不已。之后大军就经常地把我叫去帮他做事，而且大军登基之后更命我为官亭里面日用品管理员，正五品上医院别座。而我的第一个发明品就是天文观测器具简仪，简仪能够精准地量测出汉阳就位于北纬38度左右。之后我继续地将简仪升级成为混天仪，而且为了研发水舟，受到了皇上的资助，前往了中国明朝留学，日后成功地发明出名的自己漏的水时钟。除了这些之外，我还研发出不少的东西来，像是名为阳府日晷的太阳钟、世界最初的雨量计等等，这些可以说是韩国的伟大科学技术。
我对于升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单纯只是热爱制作物品的行为本身而已。我很高兴有人能够认可这样的我，每个人都各有希望获得认同的对象。对我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获得皇上的认同。你们也有想要获得认同的对象吗？那么请你们努力的做好自己可以做以及可以做得好的事。虽然我原本只是个目不识丁的奴隶，但是我光靠努力去获得别人对我的认同就能够一路升官，这绝非是因为我的天资聪颖，而是取决于我的努力。也就是说，我用我最擅长的方法去做我最擅长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有着跟我一样甚至比我还要强的能力，所以请打开心胸，找出你们最擅长的事情，并且好好努力。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是我生长的地方。
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呢花了这个上下半的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故事哈，讲英史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啊，真的是很不简单。好，那其实呢有一个人物叫费曼啊，费曼呢其实他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呢修理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打字机这些器材啊，尤其呢他很喜欢解开各种款式的拼图啊，所以呢当费曼呢知道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度拒绝领奖的啊，因为呢他当时就正在忙于自己的研究当中，所以呢他一点都不想因为呢出席去领奖而中断研究。所以花儿姐姐发现呢有很多的科学家哈，他们真的不是为了名利而去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是他们真的有兴趣哈，用他们的手去开发出或者是研究出来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的科学的作品。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到讲英史的故事啊，然后也讲到了就是费曼呢他用这种复杂的拼图呢带来这个乐趣。那其实拼图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讲啊真的是很有帮助啊，那除了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注意力，它还可以训练我们的观察力以及认知能力以及图像能力还有空间的组织能力，并且因为我们是用手嘛去握这个拼图啊去拼贴，所以呢它也会训练我们的精细的动作还有手眼协调的能力哦。那另外呢在拼图的过程里面还可以训练我们的分类能力以及问题的解决能力，最后呢它会训练我们的耐心还有毅力以及挫折的忍受力还有这个收纳能力。所以是不是这个拼图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工具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下清